大家好，我是소니전반갑습니다아저의첫방문이에요그래서너무설레었는데오늘공항에오자마자바로이렇게오는여기호텔로오는길이한국이랑되게비슷하다는생각이들어서아되게친근감있고그리고무엇보다오늘저녁에샤오롱바오를 먹으러가기로해서그게가장기대가됩니다哪一家？我们大家通常哦都会诶给我们孙医生小姐有一个称号叫做仙女哦。请问一下，你对于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孙仙这个昵称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那平常又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仙气？我们很好奇啊。저는너무지극한평범한인간이고요。平凡的仙女吗？我不知道孙医生小姐知不知道了，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台湾也是名演员啊，所以我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电影。好，但那不重要。주최측의초청을받아서우리남편이같이갈래라고해서저는야구장에서경기를많이보진않았지만너무재밌더라고요그래서그런경험들이있어서너무흔쾌히같이가게됐어요、네、어사실이번에처음방문하면서이제까지왜저는대만을오지못했지라는생각을하게됐어요그래서사실이번일정이너무짧아서너무아쉬워요그래서일이말고이제우리가족들이랑꼭한번가족여행을올계획이에요네